宝宝，宝宝，我想托你拿湿头发交给我，我给你吃点妹妹的。我不是。也是，好的。你看见我整的啥子操心嘛？我给你整成爸爸，我给你整成傻马头。傻马头？啊，那年轻人没傻马头，哪里还傻马头啊？啊。好看哦，你睁开眼睛看看。我又看不见。你看嘛，我给你戴件。嗯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说这玩意儿吗？连磨三。嗯。有点事呀。啊。来，你在这儿事情。啥子？哎。你买点鸡蛋番茄啊。啊。你买的啥子？买十番。番茄炒皮蛋啊。哦，你没吃过吧？你吃过没有？没吃过。我看那个贵州菜，我是看到一口吃，我说今天我吃。我弄不来。弄不来，我下午去干。小妹儿，你没事，你去投。你去哪？你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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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到个办法，搞个游戏，等拿个石头就去投。好。你看我这把牌，你随便抽一张，我都猜得出来，又抽的是啥子，你信不信？要是我猜中了噻，就跟你去投菜哈。好。嘿。你这是哪一张？嗯，我想想哈，嗯，红桃筐，哈哈哈哈，快点赶紧给他拿菜就输了。宝宝，我有点不想说的，等会我要到你来猜，我不想让你还猜到。这是由你来拿嘛，我还是要没猜得到。嗯，我不行。嗯，听话来。回来，你猜吧。你要吹过来噻。你到不三十箱了，我到五十了。你不吹过来。我应该是好吗？你可以的嘛。你容易猜，猜吧。猜猜怎么？我看啊。好，没我事。你看了没？不猜。别再讲了，再往里一块钱，哎呀。老吴他来呀，你他去，宝宝他鞋子，让我鞋子要抓到我的手。嗯，好嘛，怎么？这么大拜拜。喂，好大。是我公了不？公了。好，走。我这来就好好哦。就好来下好草，还有这个，回去了。嗯，宝宝。喂，汤都弄到啊。哦。弄来烧的。好。这你剥哈。我帮你剥。快点给你穿衣裳，快点，妹妹都来黑，有没有？好。妻子呢？就来烧的。你看，一会儿就下来了。哦，烧的好趴嘛。赶紧就进去烧的。宝宝，你烧啥？我剥啥？要的。要不然多剥两个哈，妞。好。抓把还要丢一根。宝宝，啥事情啊？我没讲。我都没讲到过，你妈要吃了吗？来得了，
小官加油啊，养好四万的开吃哦。全部四万的活就没错噻。嗯，好，简单。我爸爸写的单。要亮。好吃不嘛？还剥点皮，咱俩拌在一起。它是木姜菜，木姜菜放进，三颗颗，丁香，吃，味精，还有四海椒面，放点烤蒜，哎，香得很呢。哎，流些口水了哈。嘿，巴适！来撒点木姜菜，好吃得很。整一平碗饭来下这个，巴适得很。嘿，这娃儿帮他干一些，看他开吃了还睡了，这盘就干一哈，他干六滴点儿，我就吃这平碗。太下饭了，你看这个啥子贵州菜嘛，哎，好吃。白天我带你到贵州去，看着他们当地做的，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啊？对不？哎，我等着你的。啊。我没去过的。哎呀，那边凉快得很，热天家都不要扇风扇的。